你系咩人？做咩挡我去路？花果山美猴王齐天大圣今日特登嚟服侍你老人家，讲清楚未？你呢个丑八怪喺度胡言乱语，识时务嘅行埋一边。大爷今日有要小办，唔得闲陪你癫。哎呀，你咩人来路？哦，原来朱精嚟啫。废话少讲，如果你再明文不灵嘅，休挂手下无情啊！我冇叫你留情喎，嚟啊！老孙今日就破格帮你呢只妖精。猪八戒被悟空打中了三里月，成只猪蹄现晒形，点翻去见老婆呢？相公，你翻咗嚟啦？系咯系咯，翻咗嚟啦。点解你要搵块布包住只脚啊？系咯系咯，点解搵块布包住只脚咧？嗬？你只鞋咧？系咯系咯，只鞋咧吓？系咯，你话去买药噶，啲药咧？系咯系咯。我话去买药噶吓，啲药咧吓。点解咁奇怪嘅？我都唔明你讲乜嘢。系咯系咯，点解咁奇怪咧吓？我都唔明自己讲咩。啊，不过唔紧要啦吓，阿娘子啊，反正都唔明啦，我哋唔好谂啦吓，谂得多咧坏脑噶。不如咁啦，你继续瞓你嘅觉，我继续出去执药，我哋分头行事吓。分头行事？系，分头行事，一言为定，瞓醒觉都一天光晒噶啦吓。买药备好嗰只马骝精啦。唉，但系佢身上嗰阵妖精除，加埋嗰阵咁嘅猪臊味，又点可能逃得出悟空嗰个雷公鼻至得噶？又见啦，又系你阿死马骝，我同你有咩仇怨啊？你系都唔放过我嘅。你天生系妖精，我天生系捉妖精，只能够怪天意如此，受死啦！哇，识飞噶噃！相公，你翻咗嚟啦！你做咩搞成咁啊？我相公，你系咪唔舒服啊？喘嚟喘得咁犀利嘅？娘子，事到如今，我冇办法再隐瞒你。相公，你到底有咩事？话俾我知啊！我哋两夫妻有咩唔讲得啊？咁我讲噶啦，但系你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你即管问啦。如果我唔系一个富家子弟，我唔系一个家财百万嘅富翁，你仲会唔会爱我啊？相公，我由一开始都同相公讲，无论你系世家子弟，抑或一个乞衣。我喜欢的是你的人。但是如果我变得很丑很丑呢，你会不会离开我的？我们相处的时间都有三年，我觉得相公你的为人更胜你的外貌，无论你的相貌变成怎样，我都不会变的。那如果我唔系人咧，你仲会唔会同我长相厮守啊？相公，你讲乜嘢啊？咩唔系人啊？我
娘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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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咗，娘子，我害死你啊，娘子！你死马骝！你嚟死马骝害死我娘子，我同你死不两立，我要杀咗你报你个仇，我唔杀咗你我死不为猪。师傅，妖精已经擒拿，请师傅发落。善哉善哉。原来你个女婿系猪精嚟嘅。你睇下佢几肉酸啦。我个女咧，佢咪翻嚟嘅。阿青青喺边啊？我想见佢啊。娘子，佢死咗啦。阿青青死咗。青青啊！我个女点会死噶？啊，系咪你杀死佢噶？啊，你咁样狠心啊？你点害死我？我个女对你咁好，你连佢都唔放过。你只害人妖精啊！打死佢！你黑狗养佢啦！系啦，系啦，系啊，劏咗佢啦，攞张刀嚟啊，逐忽逐忽肉咁样割咗佢出嚟祭天神。你要烧死佢！观音大使，三藏叩见观音大使。观音菩萨，天蓬元帅，我早已吩咐你在此静候取经人，点解你唔听，便与女子成亲惹祸？只得菩萨点化。天蓬一心等候取经人，无奈一生注定受情劫所困，实在情难自控，只会与凡人成亲。菩萨，求你怜悯众生悲苦，救我脱离苦难，受情劫苦辛苦，此乃天意，我亦无能为力。菩萨，我罪犯天条，理应受罚。但我娘子一生行善，点解红颜薄命？求菩萨你大发慈悲，救我娘子起死回生啊！你娘子阳寿未尽，确实可以用阳之金怒令佢起死回生。但你要应承我，诚心向佛，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。只要可以救回我娘子，我咩都应承。不过你要知道，我虽可令佢复生，但你俩缘分已尽。佢苏醒后会忘记晒以前嘅红尘业障，对你全无记忆。多谢菩萨。